阿舅仔，你敢知影安妮甲迄个张经理正正有交往过？知，当然嘛知。我看迄个张经理哦，已经趁机会哦修理安妮啊啦。李小姐，这份报告真侪错误，请你提转去重写。是，我知影。哦，手谈啊，我感觉真蠢嘞。哎，人食人吼，啊，拢嘛加减有一寡只镜头，哎，甲你咪同款。啊，定若出门去，啊，想着讲假事情嘛无。我是甲你无同款，人我的个性是定真，我注重安全。你是即阵啊才变安尼哦？啊，都唔知安怎咧。阿妹，你有见无？我手工答应生日的喜尊给他个生日惊喜，哎，说好哦，到时候你们三个都要配合演出。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？这土地买卖就是一款心理战略，啊，你要步步为营，才袂去有对方的表面功夫骗去。所以你敢唔看清楚张天赋的表面功夫啊？你雄雄讲要搬出去，今麦佫讲土地代志，拢交予美莲来处理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不过你所有的工课，我拢会替你接落来。弟弟的本哦，吃得太清淡，再来加腥油，你的胃在跟你抗议了。我会遵照詹医师的交代，多谢你。高高在上的立委，什么时阵变到这么热心啊？是和小三调教到这么好，还是另外有目的？哎，一定要吹酒的外面呢。啊，佮加上最近狠心的卫兵斗斗者，我是滴药啊、炮啊，迄个人应该是甲喙手有关系啊。想你的时阵，你是我，是我唯一的温存，淡薄心酸，目睭内。锁定四季线上影视第六频道民视 Live 直播。